I want to see your team. Wow. Who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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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oa. Wow. Adi ini siapa ya? Griezmann ya? AMFOOD. Odegaar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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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i dia. Oke. Okay. Go. Nah, pemain saya sudah dapat Bang Ramadan Ananta jadi striker Arhan Fajar Patur Rahman Mancino di Mantong. Wow. W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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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u. Ya, Griezmann-nya. Love you. Iteru. Iteru. I just know. Iteru. Ai.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门柱的好机会，对，他们做到了，门框般的开局，不得不说啊，在这个位置射门不是概率只有3%左右啊，我瞎猜的，我觉得这不单是个好球，还是个漂亮的团队配合，是狂奔半场或者连续的进球才算精彩，这一传一射，通抢头球。 门将的神勇扑救，这次扑救看似容易，但其实难度非常大。门将必须手疾眼快，就像他所完成的一样。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不错，马丁厄德高往前传，萨拉赫，守门将球打出，安德鲁罗布逊。 Ah, ada yang nyambut itu bola. Take my friend. ，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？快速向门前推进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球被弹了出来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姆巴佩，他成功接到了皮球，一脚低平的横传。哎呦，我都把你手抖。 就像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。打不，我们把那个小破虫。打，我丢了。接外球，出界了，边线球。 穆罕默德·萨拉赫处在非常好的位置。坎塞洛大力射门，将球传到边路。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
错的防守让对手铩羽而归。帕特里克维埃拉位置非常好，断球。对 ，Rice， 克拉姆。伊涅斯塔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呀、啊。绝佳的机会，伊涅选择攻破，他们进球了。优势扩大到两球，他们牢牢掌控了局势。这球太酷了，打的位置非常专业。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将都很难扑出来，更别说一个了。这射门太刁钻了。一方连下两城，而另一方毫无建树啊。现在第二个进球已经让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，可以说是胜券在握。即便在接下来能再进一球，也能够将调整打门。这是中场休息的上，Substitution in progress. 下半场比赛现在开始了。Tomorrow, okay. 我想边路，但是这个球很难接到。To go. I must work. I must working. After this. 一次干净利落的短传配合。Prepare. 拉边来啊。Prepare.身体接触了，哦，是个点球啊！他们在错误的地方做出了错误的决定。他很清楚对方的射门方向的。啊！一球，哦，打得很坚决。在我看来，他的罚球非常沉着，很坚决。呀！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。哎，在下半场及早取得进球，能够减轻球员的心理负担。这样他们能够打得更加的有耐心，更好的把握扳平比分的机会。加尔哈奥卢，防线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。嗯，本来形势很不利，不过他们凭借良好的防守拯救了自己。尽管险情得到了缓解，但暴露出了防守的问题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犹豫机会就没了。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大姐，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呀、啊。范迪克，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。范迪克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很成功啊！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、哎、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Abri Substitution on the field. Number nine. 替补席有动作，应该是要换人了。Number six. Joshua Kimmich. Number four. Matthias De Ligt. Number five. 这边有队友在跑位，无人地带。Coming on the field. 漂亮的断球。Number seventeen. De Bruyne.防线的全体成员都松了一口气。我想，一方面是对手出球过于草率，给自己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；而另一方面呢，他的反应也非常迅速，险些改写比分。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. 啊咦！险情得到化解，发动反击。踢角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。
进行了积极的拼抢。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，没必要太保守，这种形势下应该在前场增加一些人手。有机会打开，没问题，这是奠定胜局的一球，结果不可能改变了。问高质量的进球，漂亮的一脚出球，第二脚射门也是同样华丽。看榜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两球，没了扛。拉斐尔莱昂，好机会！哦，抬脚射门，要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这是一次关键的断球，还是当金？泽格格纳布里，球失去控制了，看谁先抢到。安德鲁罗伯逊抢到的位置很合理啊。凯文德布劳内。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。德克莱赖斯试图直塞，找到了空隙，想要传统射门。好的，边裁准确的判罚了越位。好，那么你小吧。apa topik pertanyaan namanya第四官员举牌示意55分钟往前传，漂亮的断球，否则形势相当危急。 well 球现在无人控制，争夺还在继续，中场哨响起来了。这是一场可圈可点的胜利，我们的表现更好，比赛的结果也真实的反映了比赛的局面。今天姆巴佩荣誉为本场最佳，加上今天的表现可谓是实至名归。关于双方今天的表现，蔡哥你怎么总结 ？Come again tomorrow in my stream, okay? Not busy, I will live again tomorrow. Thank you for everyone.